这是第一套。对，你就走那种民族风哦。没，小清新风啦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就是要这样，然后穿把它扎进去，这样一个橘色、红色系穿。不行，我的衣服不行，没有杀伤力。我走这种柔弱小猫咪路线可以吗？这一套我没有台词。OK， 扎进去啊！对，扎进去。那这要除非要很有腰，那他很瘦。对，有腰就可以。他刚刚就已经跟大家讲，我这么瘦的人，真的很瘦。你几公斤啊？42。40。哇塞，我有两个你。哇，我两个你还多很多哎。啊，那这一套是最近流行的吗？颜色我觉得很正。就是以小清新风格来说，这个要去上课还是干嘛都可以。上课、逛街、姐妹什么的全部都可以。上课教官很喜欢你，很好。嗯，衣服有扎在里面，及格。哎、欸、，OK， 好。好好好，接下来这一套，这个裙子厉害啊！这就有点……哎呦，这套很美哦，穿起来超美的。它就是像刚刚那样两节式的，然后因为这个是长裙，可是它长裙也有做开叉。哪一个正面？这边是正面。这边是正面，对，它可以穿正面，也可以穿侧面，所以你在走的时候，它会很飘，然后一直露腿，一直露腿。对，因为你腿会跨出去。这种格子衣服算是万年不败了，万年不败流行，万年不败流行。但是另外一面就是老气，对，就小清新、啊，稍显稍显无新意。对，小清新啊，小清新，但是它白，搞不好穿起来好看，对不对？这一套真的很美耶！真的吗？好。对啊，哎呦，你们男生到底懂不懂啦？哎呦，哎呦，哦，这件可以，这件可以。睡衣那个什么睡衣，其实蛮好看的，真的吗？对啊，这也是小碎花。哎，就是这边，心机就在这里。你觉得这个胸要大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看看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要空空的，不是。我现在是在请教你，他没有伤害的意思哦。我说这是要胸大吗？哦，不用的，不用，大小都可以。哦，大小，听到没有？对不对？问这什么笨问题？这也是属于文青型的。对。但是这个夏天穿很舒服。对，很舒服，凉快。属于这样可以很凉快，就可以这样叫山峰哦。对，山峰。对啊，这种去烤肉很棒。对。哎，生火了，好。好，接下来就你的战袍了，全白的。哦哦，他最爱。对，这件我跟你讲，千万不能长袖，这个长袖就很像，这个你知道？小倩，那个我们还好一点，这可能是鬼故事里面那种，有没有？然后穿着红鞋，哎呦，不行不行，这个很凉哎。对，而且因为它这一件里面有一个白色比较透嘛，它的内里大概是到。就是内裤以下的部分，然后所以它下面是大概可以若隐若现看得到腿，只是它上面就是大家会以为哎往上看会看到，但其实不会，保护得很好。哎呦，你小子蛮贼的哦。但是这一件很不显腰哎，你的衣服都不显腰啊，你那么腰那么好看，你那么瘦，你为什么怕？对啊，还是因为你太瘦，反而不喜欢穿太紧。对，因为我有时候觉得，我如果穿得很紧，然后在路上大家会看我的那个感觉，像是哦，这女生好瘦哦，就是会觉得，而且因为我又不是那种胸超大、屁股超大的那种，就会显得我很干瘪的感觉，我就不喜欢。我这样穿不是会比较有分量吗？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没事啊，社会有许多的角落。需要你的关怀，对，我们要关心他。好了 ，OK 了，战袍这样好，这样这几套，对不对？今天如果你要跟一个你很喜欢的男生去吃个饭也好啊，去看个电影好，你会选哪一套？第一次哦，第一次约会 ，First Love， 不行啦，孩子，你要选这个，对。因为他露腿啊，而且其实他上面……对不起，我还有约哦。那件真不行啊！因为这三件都是属于上面比较包的，比较保守的。他今天要展现他的，但好了，任你挑的。因为我有锁骨啦。各位，
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民主的世界。你除了锁骨还有什么？你就只剩锁骨了。还有腿啊，锁骨跟腿啊。这会露腿吗？它一点点，然后因为这边会有点小露腰的感觉。哦哟，对，可以啊，听喽，拿去。好，可以吧？这样我就只有赞扬你很会穿衣服，因为你这个衣服这边有皱褶，就感觉你知道显显蓬了，显蓬显蓬，露有点小腰，你会不会穿得太高腰？哎，孩子，你们到底从哪里来的？你怎么都瘦成这个样子啊？他连这一套都显，康哥他这边是空的哎，你说，你看。哦，你好瘦哦！太瘦了。你是不是都买那种小学生的衣服穿？童装可以买到最大尺寸就可以穿。那你穿这一套，都去哪里玩？吃饭啊，看电影有点太冷了。哦，看电影会冷。对，海边也可以。海边？对，因为我很爱去海边，约会常常去海边。约会常常去海边？嗯，去看海。我看。哦、听海哭的声音。哇塞，这么悲惨！现在男朋友吗？没有，要介绍吗？可以介绍，但是可不可以先把裙子换掉？我开玩笑的。不过像这样的穿着在哪里最常看到？像一些书局啊，对，那个文创区啊，哦，那种文教区啊，都很多这一类。四大夜市，那个叫什么？哦，对，叫文青嘛，对不对？其实穿起来比我们刚刚这样看好看多了。真的、哦，我们邀请来我们国光的特派陪攀员，陪攀非常，他就是善于攀岩的一个男子，对，那欢迎我们的阿虎出场。我就是今天的一日攀岩特派员。对对对，你这个手就放这边，你就这样抓着抓着抓着，哎，不是这一颗，不是这一颗，是这一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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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，上去上去，这是对的吗？没关系，我觉得我这样教你也不是办法。其实我刚刚在这个空档的时间，我真的要打电话给专业的教练，他也有赶到现场要来教学。我们有教练吗？有教练，终于有教练了。对，我们请他出场吧。教练，教练这边，教练。说正确的一个非常的要点就是三点不动一点动，所以你总共只有四个点，所以你一次会移动一个点，是 OK。然后再过来呢，在爬的时候呢，尽量多用脚的力量，用力的蹬起来，好，伸出你的手，再用力的蹬起来，对，然后有好的石头 ，OK， 不错，很好，再用力的蹬起来。我在那个走那么远呢、啊，没得踩。这一组特效比较用心，对，这一组阿虎的那个画面多一点，好一点，好一点。对，哎，我问你，你们那天回去手有酸吗？有，超级酸。你有爬吗？我有爬，我有爬。刚没有画面，刚刚在啃，刚是我的比较不美观。你就在这啃，你在摸手，怎么摸完就不雅影片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没有摆进去，因为觉得怕我把它就是那个气势压过去。应该不是哦，不是这样子，想的太美。我们还有比赛，太难堪了，太难堪。哎呦，然后输了。输了，然后被剪掉。那你回去手有酸吗？超酸，我整个手一直狂抖，因为我好像不太会用脚的力气。你的那个原则没有掌握好。不是，因为一般开始玩那个攀岩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忘记用脚的力量。对，都靠想用手，靠手这样，其实是错误。他的原则就是三点不漏。三点不动一点动，还要露什么？三点不动一点动。刚刚有讲，对，刚刚有讲吗？我都没在听，一看就有讲，我们都在聊天。OK， 那你有惧高症吗？
有。你怎么来的？我国中就是，你知道那种男生也会，比如说下楼梯，然后赶时间，就会两格、三格下去，这样用飞的这样。然后我就不小心一个扑空，然后就是地心引力直接唰，我就溜下去，溜了一整楼，然后就在滚下去。后来只要有一点点高度，然后有一点这样往下掉的感觉，我就会很害怕，对，就会那种。是，所以后来这个攀岩，经过这几次有你有克服吗？巨高。我那天其实还是很怕，我都真。因为等现在下面等你的是阿虎。你要马上去，要马上来死，拼死要爬。那你觉得如果说这样子多爬几次，会不会把你的巨高症慢慢的把它消除掉？我觉得可能可以，因为我告诉你，不会。可是如果有一个，比如说她男朋友会攀岩，带着她一起往上，然后男朋友会累死，他又不能带的啊，不能带。对啊，如果可以我就带她了，用背的人就硬背嘛，泰山的话。不是真的啦，因为就是攀岩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好运动，你知道男人的握力很重要，对，这个很重要，握力啊，对，这个有了你的身体会很好，而且打人的时候比较有力，听说。哦，没有打人是靠这个。需要打人？对，这边你是不够了解嘛？你尝试。对啊，不然不要生一拳的了。握力一拳吧，握力，你握力多，肩膀来一拳。嘴巴刚。我只出三分力。三分力。有。三分酸痛，最痛的地方在哪里？其实是小腿的上半部。哎呦。就是因为他刚脚张好开，因为有点微抽筋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看还是胀胀的。我发现他有点像女生穿高跟鞋，就是一直在踮脚，他是用脚趾的力气，就是。我跟你讲，我第一次穿那个攀岩鞋，我不敢相信那是鞋。对啊，很痛。他那个穿进去，脚是变僵，像那个鸟裹小脚这样子，鸟脚这样。然后我说都穿这样吗？我一穿上去我就生气，我说哎，你们对不对？对对，那是你的 size 啊。我说一定要穿成这样啊！对，因为你这样才可以，才有你才弄得了力。支撑住那个点，对，它不像一般的鞋，就是不是那种拿来走路用的。教练那天强调了好多次，走路不舒服是正常的。